当广东人想去旅行。兄弟，这周出去走走。可以啊，去海边。好啊，带上泳镜、游泳圈。得嘞，走。哎，等等，还要带上墨镜、毛巾、帽子、遮阳伞、防晒。带那么多，怎么去？海边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啊，户外太麻烦了，室内吧。作为一个科技爱好者，咱们去科技馆。好啊，包括先进科技、新设计、教路线，带上百科全书、攻略、水，还有干粮。你是去荒野求生吧？杀！那你说去哪里嘛？去哪儿不重要，重要是好玩。只是好玩也不够，还要加点时尚，加点科技，未来感。有一个地方能满足我们，天德广场，广汽本田超维智享空间。这里也太先进了吧！广本超维智享空间讲究的就是超前，科技感拉满。屋顶还利用清洁能源进行供电，超适合我们技术粉打卡。触碰这个科技互动投影，你就知道广汽本田的混动技术有多强了。哇，这个自驱 MR 驾驶不过呀的。还有，在多维 MR 交互体验，还能亲自组装汽车。这个巴拉塞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电机驱动科技透视屏，要用这张卡才能看得到。哇，黑科技 YYDS， 未来之城也太有科技感了。你看，这是我在未来之城 DIY 的专属车型，以后买车知道怎么选了。广汽本田，省油又省心。难得出来了，搓一顿可以啊。不如回家吃泡面吧。为啥？排队的要等188桌，不用排队的人均188。回家，同意。